关于啊，我们怎么样让国人，Today 清楚的看到标识，这我们一定要做。这个就是我们现行的法律就要清楚，对，就可以做。一定要有明白的标识，政府也承诺我们会有明白的标识，很清楚。那如果开工天会，我们可以再来讨论。那院长可以答应，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个门外收容金的标章吗？我一定照刚才你委员所说。可以吗？这个我跟大家讲，那是因为是的标章吗？相关的场地是。其实我们在做这一块不是很困难的哈。当然，我们标识大概两个哈，一个是强制标识，那一个是自愿标识。那一般来讲，像特殊的一些成分，好，那我们当然可以做这种所谓的自愿标识，就像 C S 的标章一样，可以做标章吗？可以用自愿，那经过一定查核的方法，但不会列在我们的强制标识里面。我是说，如果业者要申请说我的检验之后呢，没有收入金，我可以请卫福部有一个标章让我去贴在这个我的肉脯上，可以这样吗？一般我们对相关特殊成分，那就交由我们认证的实验室开具证明，那他就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消费标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消费者要买肉品，就在肉品看到这个标章，政府可以来做研议，做这样的标章吗？可以。他会标出我们用台湾猪，或者我们用什么，消费者他会懂得怎么样子让业者懂得用什么方法让消费者更清楚。又答应我了，我买瘦肉精标章可以了哈。话用这个第一。列研议有啊，列研议嘛哈，好，谢谢。那接着我们看那个有关那个健康风险评估或者是内脏的问题了哈。那因为刚刚前面的几位委员的质询哈，也有提到一些健康风险了哈。那现在就是内脏的问题了哈。那内脏的问题，因为我们国人是比其他欧美啊，就是我们吃的内脏很多，那尤其是产妇嘛，我们会吃那个腰子嘛，腰剂哈，还有这个就是量很多，那产妇然后吃了又哺乳，然后哺乳对婴儿的影响，对新生儿的影响其实都很大哈。那说实在，因为我们没有做任何这些本土的研究，然后根据卫福部到目前给我们的一些资料是，其实确认就是说这些内脏的瘦肉精的残留其实是比较高的，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时代力量的态度就是不希望进口美猪内脏，不希望进口美猪内脏，但是如果进口的话，是不是也要有标章了哈？那有标章可以让消费者能够去选购，他就是不要吃有瘦肉精的腰子或内脏哈。这个也拜托院长真的要审慎，就是说去认真去思考说这个标章的重要。好，下一张。那针对那个 CODEX 的这个研究，其实真的是有问题很大，而且那个研究就是只。全球食用量大的。你那个说很大的时候啊，你又说压寡，你又可以透气。现在你看，它又可以。你这么大我讲，第二渗透，第二好好，一点那个三个人啊，多安全多远。谁受得了？添加水啊，酸甲酯、薄荷、维他命，添加酸乳，贴走酸痛，好轻好松的抹布儿，释放酸痛，体贴每天的自己。3584353。出来吃鱼总是要还的，北鼻优酪乳，一瓜强强联手，打消周末负担，北鼻团队开始一周上款。你还过来，他给他哦，妈，他自己哭的还有劲。
提供自己能量和他自己的想法，让他产生一些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吃好牛让我变成精神好，而且。对，就当我们把这部分做一个平衡，因为这部分不平衡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就是我们讲的自律神经，其实啊，你整个人就是觉得怪怪的，哦，或者是你睡眠睡了，你今天睡了一晚上，早上起来还是很累，或者你的整个身体里面的你的循环啊，各方面都变得不好，不再平衡啊，像你这个之前的手脚的麻啊，这些，这都循环出了状况，那它是有效的，可以帮助你去改善你的这个自律神经失调部分，把你的身体变得平衡起来之后呢。再加上有关系，有关系其实在日本叫做生命之光，是这一个有关系，他们拿来做有关系，我们都给看不到的，它可以通过到提高我们去。那你想想一下哦，借助有关系，把电，把我们的能力 HA 就是它，但是实际上只有42.8千瓦的电流都出去到外面去，它通常会产生压弱，它都是在产本身，它是你的那个损耗。投资千万的房，你给它带出去，身体就不会卡卡，所以会发现奇怪，怎么透过烤油反而排便顺畅了？嗯，这时候我是，你知道，羊屎都一粒一粒的，然后这时候我吃了硬加果油之后，我发现就像管奶奶一样的，一条一条的，很健康的，非常健康这样子，然后看着就觉得很愉悦。但是如果今天有事要出门，因为想说，哎呦，我脚腿可能不能去旅游，万一我出门要告诉我阿里说我是不是更麻烦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哦，所以那是好油的部分，第一它不是拉油，它是把坏的油给排出去，对，排干净之后呢，我们的水分是不是就开始可以动了，就畅通了，所以就可以排除过多的水分，以及提高新陈代谢率哦。我身体的正气开始。气足够，就推动整个的身体的新陈代谢，这个时候就当然更有活力和元气，原因是在此。而且硬加果油就刚才提到的 Omega 3的系列，其实保护到你的身材，还保护到你的脑部，之后呢减重的部分也会比较持久，就是因为硬加果油它是一个好的油，会让你有饱足感，你不会有所谓的溜溜球效应。什么是溜溜球效应？溜溜球效应就是真的是溜来溜溜溜来溜去，上下今天不吃就瘦了2公斤，明天吃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.